为庄的死了。我们在讲温庭筠的词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温庭筠的词他比较上是客观的，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主观的感情。他说啊，这个女子偶似秋色浅，人胜参差简，这个女子是被爱，是欢喜，是相思，是怀念。他说了吗？他没有说呀。就是我们讲了他第一首，他说是照画前后镜，我花面交相映，心贴的绣罗襦，有双双镜鹧鸪。他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图画，没有强烈的鲜明的主观的感情的叙述跟描写。这正是因为词在初起的时候本来就是歌言酒席之间写给美丽的女子去歌唱的歌词，诗人在写词的时候没有像作诗的时候有一个研制的意识，说我要表达某一种感情和心意啊，言志就是说我自己的志意，没有这一种意识存在。所以他客观的写一个美丽的女子，不表达自己主观的感情，可是是他的美感的给我们的这一种感受，是他的语言的符号的语码给我们的联想，把他的意义加深了，这是词的第一步的进展。但是他还保留了没有主观的思想和感情的，只是一个写美丽女子的香艳的歌词。到了韦庄的时候，这个词的发展就有了更向前进一点的一步进步，就是说韦庄的词有了什么呢？它有了主观的抒情。温庭筠不管他在语码里边所透露的有没有他在生活上仕宦方面政治方面的被迫害或者不得意，只是上次我们所以简单的介绍了温庭筠的生平，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是他没有直接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张惠言的话，因为他自己没有主观的感情的表现。屈原有的，屈原我们相信，因为屈原说以于心之所善兮，我虽九死其犹未悔了，其于身之旦样兮，我是恐黄雨之败绩了。他把他对于国家的钟爱有主观的表现，他不是只用美女的形象。可是温庭筠只有美女的形象，没有一个主观的感情，所以我们不能够肯定说温庭筠那些个词里边果然是有某一种寓托，因为他没有直接的感情的表现。就是这个缘故，这正是大家所以不完全相信张惠言的解说的缘故。韦庄的词是表达了主观的感情的，可是我们说因为词在兴起的时候只是歌言酒席之间的曲子，是写美女跟爱情的歌词，所以韦庄虽然是表现了主观的抒情，可是他仍然是保持了词的本色，就是所写的情只以爱情为主，跟韦庄所写的诗有一种所谓士大夫的读书人的这种理想的志意是不相同的。他们诗里边所写的跟他词里边所写的不完全相同，他词里边所写的是以爱情为主的。可是韦庄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所写的爱情不再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随便给一个歌女唱的一个爱情的歌曲了，没有主人翁的爱情歌曲。韦庄所写的爱情歌曲是有主人翁的爱情歌曲。温
庭筠写的歌词都站在女子的身份说话，文庄人家现在男子，我所爱的女子，我就是男子，我爱的一个女子，我写的就是我自己男子对女子的爱情，主观的感情。文庄的这五首扶桑蛮词是一首跟一首之间的结合是有一定的次序的，五首是一个整体，这五首词是一个整体，里边所写的是什么呢？表面上是一段爱情的故事，跟他自己的身世的经历。张惠言说，这五首词里边有对于国家的这种故国的这种怀念哀悼的毕兴寄托。所以我们在讲这五首词之前，我们刚才说要念一遍，可是念以前呢，我想我还是要把韦庄的生平简单的说一下。韦庄的生平在我们这个教材第三页上简单的有说，韦庄是五代前蜀的诗人词人，不错，他晚年做到前蜀的宰相，死在四川的陈都。可是他早年呢，唐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呢，他是唐朝人，他是京兆人呢，所以我们要把他生平简单的看。他是京兆杜陵，刚才我说他是京兆杜陵人，乾宁之间考中的进士。乾宁是唐朝昭宗的年号。我想年轻人读中国的古典，除了对于中国古典的这种语言文字文化背景应该有一个了解以外，对于中国的历史应该熟悉的。唐朝的皇帝我们来不及仔细的说了，就说从唐明皇以后吧，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喜宗、昭宗。昭宗最后是被朱温给杀死的，乾宁就是昭宗的年号。韦庄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考试，考进士，考了很多次没有考上。他中间还有一次在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赶上了黄超的变乱，这个同学应该历史上知道，赶上黄超的变乱，他曾经从长安逃难到洛阳，写了很长的长诗《秦妇吟》。他说：“仲和是癸卯春三月，那洛阳城外是化禄县。”中和是谁的年号？中和是唐朝僖宗的年号。就在这次的变乱之中，韦庄生了一场大病，后来他病好了就到江南了。他病好也曾经到了江南很久，因为在这首《秦妇吟》里边曾经有这样的话，这两句不是接着的，因为是一首非常长的诗，我没有时间引全篇，我只是把我们要用的句子写下来。他们有客金陵志，见说江南风景。他说他在北方的战乱之中，听说有一个人是从江南来的，而这个江南来的人就说江南的风景是很美好的。他是说听说江南的金陵的风景是很美好的，所以他后来曾经一度到江南。那么等到他后来，等到这个战乱平定了，他再回到长安来参加考试，就是这个乾宁已经是昭宗的年间了，所以他乾宁年间考中的进士。考中进士的时候，韦庄几岁了？
59岁了才考中的进士，幸亏他活得比较长久，要不然就没有希望了。他59岁考中了进士以后，有一次我们来不及仔细的说他生平，有一次他跟随一个出使的使者到了四川，到了那个时候叫做西川，成都市属于西川，他就跟随一个使者出使到四川的西川。他后来也曾经再回到长安，可是当他出使西川的时候，就认识了西川的节度使，就是名字叫做王建。当时啊，这个西川节度使王建，王建很欣赏他的才能，所以后来就聘请他入蜀为长书记。他66岁就又来到四川成都，而他当在四川4年以后，当他70岁的以后，昭宗就被朱温给杀死了。朱温当时本来唐朝是建都在长安，朱温把唐朝的皇帝昭宗从长安胁迫迁都到洛阳，在一路上迫迁的时候，把昭宗左右的所有的人啊都给杀死了啊，就是说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人，昭宗带着来到了洛阳。而不久以后，这个朱温就把昭宗给杀死了，立了一个傀儡的皇帝，就是昭宣帝啊。然后不久朱温就篡位，就自己做了皇帝了，就是中国唐朝以后的五代的那个梁唐晋汉周的后梁的第一个皇帝就是朱温了。那么唐朝已经灭亡了，于是西川的节度使王建与朱温可以做皇帝，那随王建也自立了，所以那会儿才五代十国的这么一个战乱的时代。而当王建自己也称帝了，于是他就任命了韦庄做他的宰相。以韦庄的才学，他们说啊，这个前蜀王建立国之后，那五代十国里边，他这个国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前蜀的王建，后来还有后蜀，他就是前蜀的王建。说前蜀的开国制度都是韦庄拟定的，这是72岁王建就这，然后3年以后75岁韦庄就死了，死在成都。我们要讲这一段历史的背景，这不是耽误时间跑野马，因为我们要想了解他这五首词真正的内容情意，我们要了解这作者他自己生平，他的生活，他的感情，他的经历。孟子说的素其事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是以论其事也。